各位同心，今晚要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赞，大家好。嗯、啊，哦，昨暝真正足冷的吼，我再去看迄个温度，讲八度吼。但是这跟咱第一期2011年1月15日迄届吼，迄届6度，哦，迄届真正有老高冷。啊，因为尤其我屏东来吼，阮屏东的日头佫较大粒，足温暖的。啊，像来遮6度吼，寒到迄人要袂困。啊，而且迄届阮第一期吼，迄阵咱民政府交代讲，咱拄草创吼。啊，遮棉被惊无够遐烧吼，叫阮来家己搭睡袋来，啊，所以阮拢家己自备睡袋来。啊，结果第一暝我就会使无啥困啊，因为阮咧困伫咧通铺吼，啊，就拄开始困无感觉，一个开始困哦，哦，迄胃口困咧，搁倒咧。无就恁种，就开始咧寒啊，还要收啊！啊，我煞寒死人啊！哦，一个比一个较大声。啊，过去无人无较无，足久无堪人安尼做伙困啊吼，困袂去。过铺我就困袂去啊吼，所以我第一暗若来遮，第一暗拢困无好。所以我相信恁啊，大部分困无好啦，尤其昨暝遐冷吼，困有好个手我看觅。哎哦，安尼恁算足幸福个吼，也是恁拢关了关系个款，到北部。啊，做迄日暝哦，我甲看看，差不多剩两个咧困啦，讲上大声，甲第二大声，两个咧困，剩咧拢伫遐变来变去安尼吼。啊嘛，我过来讲小金马研究个雇主啦吼，啊马研究伊都。我那做个视察，啊，嘛一开始坐直升机，啊，坐迄个白副总统，啊，迄个白副总统伫高雄市咧做市长的时，我那叫讲白十二啊，啊，佮坐迄个迄阵，还佮坐迄个江院长，啊，江院长伫直升机顶话就讲，我身躯有10000块吼，我那佮包做红包吼，一包拢1000块。安尼个弹落吼，安尼若捡到的人，十个捡到就欢喜啊！啊，这个白副院长就讲，嗯，啊，你不要搞，搁包加一包嘞，我包500就好啊，就弹落安尼，就起码加一倍人吼，捡到的人就欢喜啊！啊，那个马英九讲，我遐讲，啊，10000块我拢个包100安尼弹落，就100个人捡到。都欢迎的，对不？啊，塞直升机的驾驶准我头过讲，啊，你那也不要家己包住一包啊，弹了吼，规个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迎，对不？一条了就包四个啊，对不？啊，嗯，好，咱讲上到这了哈。台生不会动的。又按到了吗？没怕，就是后面有重新切换哈，还是不会动，那你出问题。是不是后面这个按到？看麦，咱是后壁这里去试着，哦，咱过去伫国民党个教之下吼，咱安尼讲司空见惯，咱讲了足习惯个，遮吼，大陆啦、本省啦吼，啊，
省道啦，吼，遮拢足侪拢讲唔对，吼，啊，包括咱定咧讲偷渡客，偷渡客，啊，咱嘛拢讲到朗朗上口，啊，真奇怪，啊，结果台湾人无反省，就是讲大家拢安尼讲得对的，啊，其实真侪拢唔对，吼，吼，包括咱咧讲，雷公拢讲歹人，对无？你听会对呢，吼？敢有人反对讲，雷公拢讲歹人，应该大家拢同意。但是即句话伫台湾，我认为唔对。雷公拢讲啥物人？啊，好人，啊，真侪是好人对啦，吼。主要我要讲的讲，我请问，恁敢捌食到遐流亡来台湾遮中国人？布袋仔生产的稻米，予咱台湾人食，恁捌食着？毋捌嘛？因来拢咧做军公教，对毋对？所以有人咧讲，全台湾上大的、上大的宗教，就是叫做军公教，哎，对。哦，这福利上好，上有保障，啊，佮有讲退休了，领比退休前佫较济啦。啊，另外这个，啊，这个福利的替代率10%，到要100%，啊，这拄啊跟欧洲的希腊差不多，希腊要倒啊，好吧？因就是因的福利非常之好，啊。那么，我要讲，雷公唔是讲歹人，伫台湾，雷公拢讲台湾人，啥物原因？因咱的士大人布袋仔透风落雨嘛爱顺产水有啊，对毋对？落雨的时，单位讲拢台湾人还佫伫田里咧做工过呢。尤其热天，有诶就是讲，啊，反正你若热天做工过，规身躯汗嘛澹。啊，即马落雨，压力凉凉咧做，反正嘛是澹，啊，起码较凉嘛，落雨凉啦。啊，雷公讲诶，讲着台湾人。讲袂到因遐中国人，因遐中国人吼，那日落雨拢伫因个眷村内底咧创啥？包水饺，有无？啊无就是创啥？拍麻雀，嗯，对不对？要他讲也对。所以你讲伫台湾拢讲台湾人，吼。来，咱讲台湾总统陈水扁，即句听起来对嘛？啊，若唔对，伫底要安怎解？有人知影无？这是错误啦！哈，你去选是选中华民国的流氓总统，选到就是流氓总统，哈，陈水扁。啊，你就连嘛爱向中华民国的，哈，来效忠啊，宣誓。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一个台湾国的总统。你参加选举是中华民国的选举，包括陈迄个李登辉嘛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哦，哈。这两个虽然是台湾人，但是去参加中华民国的选举。啊，你甲想啦，比如柯P，哦，这个九合一选举。咧选台北市市长，那么伊选到是中华民国体制内台北市市长，毋是台湾国台北市的市长，哦，这点你要了解。台北市方讲叫做天龙国，啊，以前是拢讲叫做中国城，对吧？因为遐中国人比例占上济，哦，超过50%安尼。啊！你要想，中国城嘛，有人讲，遐大拢全较侪拢叫做啥？中国地哦，较早拢安尼讲对无？因为日本时代，台湾人去予日本人管，哦，日本人足歹啊！啊，拢讲哇，迄拢日本教吼，会教人安尼。啊，尾啊，战后，哇，中国人来了，
啊，日本人拢遣散等于因日本四大岛啊，所以啊尾啊，台湾人较二十八事件发生了，较知影啊，新的无来，毋知影旧的好啦。哦，啊，甲我讲一句话，讲到期抵来，有无？到期卖国家，哦，忠于台湾这一块土地，会爱惜这个土地。日本时代，咱的河川、鱼啊、虾足侪拢无啥物污染。中国人来了，大部分的河川拢污染歹去吼，拢迄个重金属污染啦吼，化学诶迄个排废诶污染拢有。即卖我都市的这个河流，会活的剩两种鱼啊，一个叫做无骨鱼，有无？南洋鲫啦，一个笨色鱼。我也吃青苔一款的，改个查到位，退向去好了。各倒转来讲，啊，来讲台湾退出联合国，哇，即久听着咱常在讲，啊，咱台湾1972年，咱台湾退出联合国，即久唔对边那改，中华民国可能着一部分啦。其实中华民国嘛无退出联合国啦。好，来咱来看，讲啥？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了。台湾退出联合国，咱常听咧讲，啊，拢认为讲对的，其实这毋对。台湾毋是国家，所以台湾就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好，就敢若讲，我将来。无你比这间房间啦吼，用这房间门。啊，你讲看我为只行出来，迄叫做啥物？看得贵。台湾将来都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加入联合国，所以就无可能为联合国退出。所以你讲台湾退出联合国，这是看得贵哈。蒋介石的代表希望赶出联合国哈。中华民国要伫内底，但是。不管你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伊个名称拢叫做 China， 迄块牌啊拢要底啊，所以嘛毋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只是换一个政府的代表入去。蒋介石的政府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换毛泽东的政府的代表进入联合国。好，过来那个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咱常在讲台湾跟美国断交，这句话唔对嘛？因为台湾唔是国家，就无可能去跟人签建交公报。所以当我咧讲，中国的媒体，那好的就用因中华民国的名，那歹空的退出啥物组织就用台湾。台湾退出联合国，啊，台湾跟美国断交，其实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我们都没有骗你，中国人有够好骗的，所以中国人自己有一句顺口溜，我这在毛泽东时代就在讲了，中国人民10亿人民9亿骗，还有1亿在训练，有没有？他说那个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好，切一寸一寸啦，啊，切十五就因为哈，无同款。过来，中医，较早无中医这个名咧。中医是中华民国哦，1949年战败，大量哈，突然来到台湾，开始甲咱洗脑。无咱较早日本时代，咱拢讲汉医啊，哈，为汉朝开始有汉医哈。一直延传到即马日本，你到日本你来看，伊嘛是要去用汉语，无中医这个名。中医就是中华民国迄个中音出，因要扩大宣传因中华民国，因中国，所以个汉语台湾中个改做中医。啊，那依照因这逻辑，啊，那有一个国家，就较早有一个吴国有，啊，而且一个越王勾践哈。
啊，吴王是夫，夫差嘛，哈、哦，吴国。啊那，啊你有一讲是吴国，去管中国的事，啊就甲汉语改做吴语，啊都无语呢，哦对，吴语，啊无语啊，哎呀、啊，所以这个中音对嘛是，哈、哦，爱延续古代汉语哈。过、哦、来，哦你头拄啊讲过哈。哦你讲拢讲台湾人，好，好来，有一寡不要哈，咱莫去学啦哈，就讲不要把无知当幸福。你若袂来遮上课，正常恁可能毋知影台湾的真相，毋知影台湾迄种糟蹋个呢，毋知影迄种骗个呢。所以你在无知之下，你会感觉讲我们台湾足好个啊，遮情形拢俗啊。只是薪水较低安尼吼，那一般的上班族，你会感觉台湾袂歹呢吼。那出国去比，你有出国过了，你会感觉哦，台湾这份里面有够方便吼，超商一堆，生活足方便的。暗时啊要食食有宵夜。早起阮去日本吼，暗时啊六点八个公司就关啊。35年前我第一届去日本，六点讲八个公司关起来，咱想无。咱台湾拢包公司拢嘛开到要10点吼，35年前。啊，你讲我暗时啊去找无所在好食，尤其你去美国，美国因较无迄啥物社交应酬，讲暗时啊着爱，若要包工程的着爱吼请官员来食饭、食暗顿、食饱，搁有娱乐节目。美国无即个风气呢，吼，所以美国人下班就是要回厝，要看某囝。到底因足注重这個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哈，唔是讲咱台湾，讲商人无祖国，台商为着趁钱，离乡背井，放某放囝在台湾，哈，走去中国咧做生意安尼。因美国人，好，你若讲公司大间公司，哦，比如讲 IBM 也好，还是苹果，要派一个总经理去中国，去管中国这个市场。这个总经理绝对是把因的某囝拢做伙带去，规家伙来中国，带中国。因袂讲像台湾人，放某放囝带台湾，啊，一个人去外国去食头路安尼，袂。你要派我去，条件就是讲，我规家伙要来，你爱甲我替我租厝，吼，啊，找学校互我囡仔读册安尼。所以这是美国人因注重家庭的这个吼。这个生活，这个乐趣哈。哦，这叫魔音传脑呢。所以，在你唔知影时，你心内无对待，无负担，无想讲啊，咱利用糟蹋安尼吼，我要来替台湾做一挂啥物代志。哦，所以你伫无知的状况下，你会过了足幸福的，你无负担，对台湾无负担。那么你知影咱台湾叫中国人，这三年的。人民来管咱一流的日本台湾人，你会做不落的。你会想讲，那么我来遮所学的，我等于我要甲我亲戚朋友讲个清楚，互因了解讲，咱拢是中华民国的奴隶。中国人来，那敢若讲叫咱拼经济、拼经济，对无？赚足侪钱，缴税金拢缴缴，互因咧外国。统计平均，咱所缴的税金，比如拿100块。差不多存30块开伫咱个建设顶管，存了70块，由上而下啊，由下而上，安分了了，哦。你看因较早中华工程，也是农工处无，农民工程处无，因遮拢专门咧标中华民国伫台湾个即个公共建设，开路也好，港口也好，做机场也好，铺路造桥，同款。哎，那伊拢要标迄上大大标迄落了，哎，那几百万啊，看不在眼，哦，拢就一起伫迄款啊。但是绝对拢差不多是这两间公司标去，好、哦、早期啦。那么伊标伊利用关系，好、哦、围标也好，好、哦、出三级标，也是用资格标，拢甲你围到互你外口的厂商标袂着，拢朝这两间公司退去。但这两间公司。
十件内底头一件伊家己咧做，剩咧九件佫转包出去，爱转包，上少就是先扣12%，哦，至20%，这个利润伊就先赚起来。啊，第二包的台湾人去标的，标到了，伊一个人嘛有迄大工人做袂去，伊佫继续分标落，伊嘛就佫扣12%至20%。所以安尼一包一包包咧到下卡，剩差不多三四成的钱俩。所以上尾啊，迄就是关系无够的啦，关系有够拢咧食软啊，都文件你标拢账文件俩，钱12%至20%，拢公主中华公主。出得赚去啊！所以伫这个经营下，台湾人拢是做伫上，人已经食几啊包，哦，12%、12%一直赚，到头五六包遐台湾人咧做，哎，拢工，迄种，迄个头家绝对苛刻咱台湾人劳工，嘛无法度发足好的工资予工人，所以咱真正做路咧，哦，好康的拢遐有官商勾结能力的。生意人退去哈，中华工程处、中华工程，哎、欸、有啊，哈、哦，要改这啦，嗯，嗯。农行政院，嗯。直接议价还嘛有对，哎，因轮流，因唔拿安尼尔，所有的工人差不多拢讲去追加预算。所以你，所以你甲想个，两千年啊，换阿扁啊起来做总统的时，局势无同款。阿扁啊想讲，那个通那个大潭发电厂，哦，伊甲开国招标，省千几亿，包括这个第二条高速公路有无？国道三号有无？伫阿扁啊任内落去做，就省到2500亿，两千七百亿。啊！你讲像安尼，拢总规个工程安尼，拢讲省落来吼。阿扁啊，看上少替咱省到8000亿吼。啊，这咱了解就好啊，吼。啊，你就知影讲，那伫国民党这个工程，那可以讲按照1000亿要做的，吼，准备照1000亿标出来，伊拢会甲你追加预算，上少50%至1倍，吼，1000亿个拢到尾啊追加到变1500亿。伊较做完，啊，那阿扁也去你做倒兵，你预算1000亿，伊做省一半，500亿就要完工，就省一半个迄个钱起来，替咱台湾人省起来。而且你家想，中国人足够耍文字游戏，比如伫阿扁个任内，高屏大桥、向荣尊放油啊，塌陷。迄阵叶菊兰做交通部长，评估讲。这六爱六个月才做起来，叶菊兰吼，算讲为着要拼讲伊做认真做，讲这咱四个月要甲做好，哦，四个月要甲恢复，哦，所以就认真拼认真做，啊，真正好不容易四个月甲做好啊吼，台湾人无甲感谢，啊，包括中国人无甲感谢，嗯，你讲的你讲四个月要做好呀，拼甲要死，拼甲流汗，无人学了。啊！那国民党呢？如果迄个时阵是国民党咧执政，评估讲六个月之后，伊讲哇，啊、这歹做，哎，做一年，啊，你嘛照正常安尼做六个月好，台湾人甲拍包哦，提前半年完工有无？中国人介有算安尼，伊就先甲你，等下讲六个月较做，伊就别人讲啊，我这足歹做，这一年较会好，台湾人戆滴啦。中国人做啊生文字游戏，所以台湾人，因迄，因所谓讲5000年，其实才3000年的历史哈。因就是斗争史，所以因做啊斗争，做啊得罪过。我去中国发展，好，因每一个
中国人拢能言善道呢，哦，你看你收钱拢足理直气壮的，哦，啊，但是因惊咱个下头，你若讲害的话吼，伊就乖乖点点。啊，伊呐，你呐软软啊，伊就软头，全部台湾人就是，咱拢较客气，吼、哦。OK， 过来，第二个讲，无党无派，假清高，这作者公告人员，吼、哦，伊退休了，食清闲，吼、哦，啊，免上班，就薪水月退休，哦，讲要上少拢七八成的咧领安尼吼，那么。直接讲到政治，伊就不爱插啊。过去伊当然投票拢投哪些个吼，但是退休了，含一般人咧做七道，哪里讲到政治咯？啊，无啦，阮无咧插政治吼，阮无党无派。但是见啊投票时，较投嘛投哪，因为伊爱靠哪维持因只公交人员的福利啊吼。啊，咱一般的人。啊，无食到国民党的好处的吼，你无加入国民党，也无咧做军公教，即一般的劳工也变成有诶读个无清楚的，拢就啊，我卖插政治啦。啊，因为即有真侪是厝里人过去有二十八事件吼，希望吓吓惊着。较早都是咪定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哇！啊，饭加食寡，话减讲寡，佮惊讲唔着话用厉害，所以。过去受了这个白色恐怖也好，二八事件去吓惊着，交代事实拢讲，啊，卖枪支插政治，你插政治无啥好处，你认真去做生意，去上你的班就好啊。啊，所以有个人也讲，啊，我卖插政治，啊，就过一寡呢足清高迄个感觉的生活。但是这对台湾人，对台湾无好处，你无要插政治，政治就要该插。叫咱台湾人拢莫插政治，结果政治拢中国人咧插。啊，政治是啥物？政治就是公共事务啊。你无插的时，拢中国人。你看是台北市，建专拢全选输。若要选赢，台北市拄啊过去一个记录拄啊吼，像阿扁咧选的时拄啊，中国党分做两派，一个黄大洲，一个赵少康，三卡拄的时。阿扁也较赢的，吼、哦！你看，过来马英九跟陈水扁选，陈水扁迄个满意度78%，竟然选输。啊，你就知影讲中国啥，因的反扑的力量，吼、哦！当然，阿扁也去做，就是去应用上，什么就是加一挂公家机关的柜台，拢降价，拢像咱的桌下面遮悬，无较早拢，吼、哦、拢。拄到咱现看咱嘞，哇！啊，因伫后壁，你来办代志，伊都要搁咧看伊个报纸，哦，啊，就咧吃碰这嘞，哦。啊，所以阿扁啊，迄个甲降了吼，搁甲只公告人员交代讲，恁是公仆，恁毋是官员，人民才是主人，所以人民来遮要请啥物，啊，比如火箭署不错，来。你主人来办代志，你爱等伊窗口，较早拢分几下有无？你这个来，哦，你欠啥，等伊退，过来，哦好啊，办了换这个窗口，啊，你搁欠啥，搁等伊退，阿扁也来甲改做等伊窗口，而且来你爱先泡捧茶给主人食，吼、哦。所以遐公务人员做甲足有做嘞，讲我较早高高在上，今麦我着爱捧茶给食。所以第二阶段的是遐军公教这吼、哦，人拢变，拢硬去招人用买票啊，讲啊你莫到陈水扁，所以伊个虽然满意度78%，但是选输马英九啊。啊，你个想讲啊，咱台湾人是不应该去中国城去堪伊选，伫中华民国体制来选，那你也知讲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帝国嘛，吼，啊，咱是日本，吼，讲我即马歹势用动物来比啊，咱是日本台湾狗啊，啊，帝国咧选帝王，会管咱台湾狗啥物代志？啊，你狗啊去跟帝咧做伙选，安尼你听有无？
以中华民国体制来，以流氓来遮咧选因的领导人的时，啊，咱再去跟人咧选。达赖喇嘛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因咧选因的行政首长总理的时，印度人敢有去跟伊参选？哎，伊是流亡去印度，哦，啊，西藏吼，吐蕃因咧选总理，印度人无去跟伊选啦。啊，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因咧选流亡的总统，跟咱台湾人啥物关系？啊，咱出去跟伊选，啊，就跟咧这边讲话。咱肯定是敌对国家，啊，咱来去做一兵。美国去占领琉球，尼米兹上将敢有叫琉球人去做美军？无呢。美国2003年去占领伊拉克，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来做兵？因为这效忠的问题嘛。伊拉克效忠伊拉克的海山呐、啊，虽然海山都拍倒啊吼，去避开，但你。你若讲叫伊拉克来做兵，啊！你发美式装备给伊武器哦，伊拄啊摕你的美式装备来拍你美军，因为伊绝对无法度效忠你美国的嘛。哦，台湾人都这个逻辑分析分辨不清楚哈、哦。好，过来，我讲一个故事了。啊，古早有两个兄弟啊，哈，未少年哈，20几岁开始抬猪。大概40几岁哈、哦，这个兄哥觉悟了哈，讲不爱搁抬猪啊，不爱搁杀精，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讲要食菜、念经、拜佛。啊，因过去无闹钟，所以两个兄弟拢约做讲，啥物人生醒就叫啥物人起来。哦、啊，即马同款，兄哥食菜了，啊，兄哥生醒就起来叫弟弟。啊，弟弟，起来，起来抬猪哦。啊，那弟弟先进了，叫哥哥来起来，起来食菜、念经、念经拜佛了。即马两个百岁年了，死了吼。哇，这食菜念经的这个兄哥煞下地狱啊！所以到第一，看这个阎龙法院的讲，有没有搞错啊？啊！我拢食菜念经拜佛，啊！你来，把我下放到地狱落来。伊讲，啊！你是毋是拢做歹代志？阮无，我食菜念经，无。你是毋是透早起来拢叫恁弟弟吼，爱去抬猪杀精啊？拥有。啊！弟弟是上天堂，啥物关系？啊！弟弟，咱起来拢叫你讲哥哥爱起来食菜念经拜佛咯，对无？而且这哥哥叫做啥？怀着好心做坏事，对不对？啊，弟弟起来是怀着好心做好事，叫因哥哥爱起来念经拜佛吧，哈。所以这个故事，我想着讲，真济人，吼、哦，有人来给你鼓舞，讲叫你来这上课，来明白台湾的真相。这个就是怀着好心做好事。那么，那咧个咧购物的中间，有你其他亲戚朋友也伫边啊，会懂哦。哎，某物人你莫去哦，莫迄个个咧骗你哦。迄台湾民政府迄诈骗集团呢？啊，这款的人，伊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动力卖来，动力卖来了解这个真相，台湾的真相。啊，伊出发点是好意，啊，所以你爱感谢。甲你鼓舞你来嘞，这些人吼，因为过去，阮拄开始捌这地法理论述的时，阮去足热心去甲人讲，啊，足侪人迄阵拢会反弹，讲靠可怜，你读个歹啊，有些有诶较激烈吼，甚至走来甲你蒙读开啊，啊，你读个发烧烧歹无？吼，啊，有诶一日空诶，就甲逼安尼。啊！你读个歹破去啊，读个小歹，过去阮是安尼吼。但是你也想讲，要甲你阻挡这个人，伊敢有来遮像恁安尼上过课？伊若讲有来遮上过课了，等于阁会甲你讲，阮是诈骗集团，安尼我真正无会讲。啊，伊读个真正可能歹去，因为
伊无路接受讲咱遮个论述，啊，迄可能是中着中华民国独解深，但是我也毋捌听着讲来遮受训转去了，哎，讲咱是诈骗集团，拢讲个拢假，咱该骗什么钱？迄、那个甲你当讲叫你卖来迄人，你甲问讲啊无，当面就有骗你什么钱无？无啊，伊也无来遮上过课，啊无咱也无甲无款啊，哦对。过来，咱来讲，为中国来拢唔啥物好东西。咱来讲，你卖的是什么东西？好，咱拢安尼讲对无？啊，咱人有些咧骂人，嘛拢没有。啊，你算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敢那唔是介好物件呢？吼，无人咧骂讲，你算什么南北？吼，唔捌嘛，那么讲。你算什么东西？啊、其实，咱台湾有出产金蕉甲山啊，哦，这会使讲国际知名的。啊，台湾农业改良山啊，改良甲做些品种，搁做香做甜。啊，金蕉，咱的金蕉，吼、哦，会使讲世界第一名。我食食啊，是台湾的金蕉上好食。哦，中南美洲菲律宾的吼，咱软软，香气搁无台湾遐香。那么你哪家？咱个台湾个金蕉甲山啊，加袂起对岸个厦门、漳州，即纬度跟咱台湾差不多，哇，卖不到好价钱啊！因迄个纬度伊嘛出产金蕉甲山啊，按个成本俗啊，伊一斤，啊，比如讲用台币，咱台湾一斤爱50块，你若送去遐，你若卖无100块，可能无钱赚。但是因遐吼，可能2块个操作。好代表10块，伊就讲有钱赚啊！啊，你伫咧白赢，所以伊啊卖台湾的金蕉山一定了钱。但是你若甲台湾的金蕉，甲卖去日本东京有无？台湾若50块，起码加5倍计少，我250块。同款日本的来啊，苹果，我早期雷山咱还无种苹果时，遐个苹果来啊，呐来台湾卖。嘛是上少3倍至5倍计价，哦，都有钱赚。所以生意人，台北迪化这里卖叫做啥？南北货啊。伫高雄三芒中间咧卖嘛是叫做南北货，因无咧卖东西货，对不？卖了，你若卖东西货，就是爱了钱的。所以你若卖了钱的，啊，你卖这个算什么东西？哇，安尼知影啦吼。后来，咱来看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寒流啊！你看我昨，一下来到遮，可能空气也歹，搁冷，我的这个支气管就搁发炎，哦，昨就烧，我昨暝了，赶紧食药啊，就甲控制了。所以我因为我冰冻拢足烧热，昨我要起来，还搁干呐穿白色裤呢。我来到遮西装塔哥爱大衣，还搁塔起哩，还搁穿背心，哦，啊冻无啥会发哩，所以。我不时来遮就感冒，啊，所以我对这个寒流，我那足感冒的，哦，啊，我已经感冒了。过来就沙尘暴，过去早期无听了沙尘暴这吼，啊，直到10多年前才开始有，啊，这沙尘暴的起因，吼，拢为中国遐来，尤其那。寒天，这个东北季风拄啊顺迄个气流就飞来到台湾。最近这一两礼拜吼，台湾的空气足歹，就是这個沙尘暴，还佮这个雾霾。啊，这個、沙尘暴的原因就是，这個、中华人民共和国较早的这个毛泽东，伊较早为着要超英赶美有无？哦，用图瓦大炼钢，捌听过？伫人民公社吼，拢起迄土楼啊，啊叫人民。有金牛树啊、草树啊来做茶来行，买炼土瓦炼钢。一挂树啊，草了了，啊，这树啊本来是让水土保持，啊，你甲草掉死了，好、哦、过30-40年啊，这金啊烂去，无多馒头，都土壤沙漠化，啊，无多涵养这土地，因为树啊本来你保护土地的就要有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灌木。
地被植物甲第一，吼、哦，迄雨雨那大雨跌落来，跌到大乔木看滴，到尾啊，顺顺啊，就自然由泥土吸收去。啊，你树啊撤掉，雨来直接就跌到土卡，土浆就膨起来，啊，就流去，水土没有办法保持，啊，准开始沙漠化，沙漠化开始当东北季风卡加风起来。遐风袂煞就飞来到台湾去，吼、哦，较幼的，吼、哦，较粗的就飞袂来。啊，最近即，差不多即五年来，开始佫加一个叫做雾霾。啊，即就是像咱台湾早期，中国国民党来台湾，把咱台湾当作客居之地。因若来台湾安居落来，就想办法要摕到美国证，家己无法度摕到，叫囡仔好好读册，去留学。啊，就想办法去做船员，去到美国就跳船。啊，一段时间吼，靠、哦、想办法去摕到美国绿卡，还是摕到美国的公民证。安尼了，互因台湾的这难民会当去移亲。所以，你若像李庆安，迄李焕的祖囝，伊嘛囡仔伊大巴肚嘛想办法去到美国，把迄囡仔生落来安尼。就是为了要摕美国这个公民证，啊，所以你甲想，因无甲台湾当作伊要永续徛起、永续经营的所在，所以伊就中国这个来台湾这个国民党政府就叫咱台湾人爱拼经济、拼经济，开加工区，各地设工业区有无？全台湾满世界，吼、哦，每一个县市拢有工业区。啊，迄阵早期无咧讲环保。就你有法度生产物件卖去外销出去外国，啊，赚钱，赚海关吼、哦，当然会税收税金，哦，啥物各种的货物税，国民党拢该抽抽的，这税金就是因这官员要安怎好啊分吼、哦，啊一部分做建设做互恁台湾人看咧，所以伫蒋经国、蒋介石还袂死以前，台湾无啥物大诶基础建设，拢干呐。叫你设工厂，因同安尼拢咧抢烟，拢咧喷一寡毒的物质吼、哦、化学品，河川污染嘛拢无管，所以是到尾啊，到上高雄迄个做呀，南安街有一个五亲有无？要搁做五亲，我迄阵五亲就完啦，迄搭作草的，你若坐客运，然后坐火车往南的时，要到高雄，你自然会知影。因为到南安街，你就闻到迄个五亲、那個，迄个毒气、那個，迄个臭味啊，你就家己臭醒起来。哦，你哦，高雄要到啊，你家己醒起来。好，其实台湾只需要两个清洁炼油厂了啊。结果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硬要做到八亲有无？六亲王永庆要设立这个宜兰宜泽工业区。迄阵陈定南做馆长，硬甲挡落来，所以宜兰人有福气，有陈定南，挡有条。尾啊，六军阵设立分林，分林即马着吃大亏啊！因拢咧食遐毒气、毒烟，吼、哦。附近遐种遐菜吼，真拢袂食得吼，迄、哦、污染足严重。啊，八军是你会记白副总统讲一句话，讲白海豚会转弯，吼、哦。迄个环保团体全世界笑到要死哈，啊，最尾啊，八千五冻落来哈，啊，这雾霾就是牺牲环保，中国啊，那像咱早期台湾牺牲环保，全世界污染上严重、上毒的物件，人不爱做的，拢授权叫你中国来做，中国变作世界工厂咯，哎，就是要赚污染的钱了，对吧？人。尤其我记得澳洲，澳洲的土地差不多咱台湾甲要两百倍，吼、哦，啊，伊人口，含咱台湾差不多两千四百万，但是恁澳洲，伊若要做塑胶品，伊拢落订单互台湾，啊，若即马真大部分是转去互中国做，咱台湾环保意识抬头了，咱的成本也悬，伊早期落订单互咱台湾做，因為台湾。塑胶粒啊，塑啊，用塑胶要连做其他的器具哈，
产品作俗的，就订多少单就做较大因澳洲的公司的马股啊，行销全世界。啊，咱台湾他赚一出来加工的费用，大部分的利润拢澳洲迄个公司赚。啊，你甲想，咱澳洲的人，因土地台湾的两要两百倍，他都舍不得污染，干嘛了一寡工钱好？台湾人谈，就订单来台湾。那么现在中国跟咱早期同款，全世界呐较污染的物件，不爱做，拢就订单到中国做。所以中国满世界工厂就产生这个环境荷尔蒙，吼、哦、荷尔蒙这样物件。嗯，是对一国的安尼。好、哦、啊，所以雾霾就安尼产生的，而且雾霾造成吼最近。啊，当一两个月前，北京咧 APEC 会议吧，啊，结果这都拄啊，中国这个专制共产的国家靠我都做会到啊。伊下令，前一礼拜开始，北京附近的这工厂拢爱停工。哦，天哪，在台湾无都安尼做，但是伊敢那一个命令，哦，大家拢爱配合，所以 APEC 会议的时候。迄几天哦，北京的天空是蓝色的，所以原来好，即个世界记者甲号一个名咧，甲讽刺叫做 APEC 蓝，吼、哦，天空之蓝。哎，过去唔捌发生嘅啦，因为北京空气拢是本来拢天空拢雾茫茫的哈、哦。来，这雾霾本来飞来台湾咯，所以即几天啊，台湾的这个空气环境品质拢讲。拢不良，哦，非常不良啊！过来，即马讲了郑成功，即个我呢中国来，伊先讲咱就失败。先来讲，1624年，荷兰人哦来占领安平地区，台南迄个安平。刚迄一年，荷兰人嘛去占领，迄阵美国纽约曼哈顿有无？伫遐设一个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有无？荷兰本身就有一个港口叫阿姆斯特丹，啊，伊去曼哈顿设一个叫做新阿姆斯特丹。结果你看，380几年后，迄当时，伫台湾的安平，哦，咱早期佫有讲一户娱乐30000家，迄阵安平这个一这个台南府第一名嘛，台湾的等于首都嘛，上大的都市。但是300几年后了，即嘛台湾6都，第一都台北都，第二都高雄都，第三台中都，第四较台南都，台南煞连伫台湾拼第一名都拼无，拼到第四名。那么纽约即嘛变成啥？全世界上大的都市，上先进、上大的都市，对吧？啊，所以你安尼甲看。那荷兰卖许电线杆赶走，好吧？迄阵荷兰是算世界强国，伊个迄个海上的迄个实力哇，伊啊海上强权的国家，伊这样准，安尼伫全世界世界咧造最好的矿物、好的这个植物，啊，所以荷兰人引进足侪，我当咧讲遐好的物件入来，好。啊，所以就是因为电线杆来了，甲荷兰人赶走，哇，咱个。台湾准落后去，因为海上强权，这个荷兰赶走了，伊无多搁伫全世界较好的物件引进了咱台湾。啊，而且你甲想，提前讲，把荷兰人赶走，自先讲，咱本来已经有一个先进的国家咧，甲咱管啦，煞搁变一个三流的国家，提前讲搁来咧甲咱管，啊，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搁甲咱台湾的。台湾人的头壳拢白顶去啊！迄、那个中国的迄儒家的教育思想，佮甲咱框住啊！哈，所以咱来看中国、看汉人吼、看大清斗阵，拢是台湾上落后的时阵。哦，那荷兰人继续拢无走吼，比如讲无电线讲来甲赶走，300几年了，到今嘛台湾应该不得了，而且
咱若安尼300几年来，拢含荷兰人混血有无？混血你知影？混血查某的水，查甫的烟头，佮热色色吼。那含荷兰这因个西方人种结合落来，那水烟头佮足热开，而且头毛佮红红，目睭佮热热，鼻仔佮嘟嘟。即物若开放中国来台湾。观光，大家来看，拢爱夹头，哦，特鲜拢遮大鲜，头毛阁黄红红，啊，阁拢拉荷兰语，啊，这毋是咱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就袂安尼讲啊，对不？哦，啊，所以伊先讲咱失败，对不？哦，告诉伊吼，大清之台212当我怎讲的，有够笨拙，一条路都做袂好。啊，所以那看中国人汉人斗阵哦，台湾拢衰啦，哦，过来啊，这里嘛衰，中华民国在台湾，哇，李登辉讲的，表示这是外来政权，啊，我是较用一句啦，中华民国害台湾，有影伊若卖来吼，咱若继续日本管，日本明治维新了，伫亚洲。嘛，唔是亚洲呢，全世界伊嘛算一流的国家，吼、哦，会使讲含欧美先进国家平起平坐。那你要管我，就当台湾就脱胎换骨啊呢？你看，结果伊个一个汉人来，哦，中华民国过来啊，伊个中国那边来，啊，咱伊个就准个过来。你会记日本来台湾40年，吼、哦，因为办一个台湾世界博览会呢。1935年，吼，都日本来台湾40年，伊为着要向全世界展现讲，伊来甲台湾建设一个模范的所在，吼，所以办这个世界博览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较办世界博览会，敢若2010年，吼，较办一个世界博览会有无？办咱几年？1935，65，输咱慢咱差不多75年。哦，台湾伫75年前，哈、哦，就办世界博览会啊，哈、哦。所以中华民国来了，哈、哦，咱本来跟日本已经差不多平水准啊。日本时代你若看伊个空拍图，台北也好，花莲区也好。卖甲你讲地点，你会讲，嗯，啊，这个欧洲嘛，因为日本人来台湾所起的厝拢尖厝顶的，吼，啊，拢有弧度的，迄、那个门窗拢圆的，无像即马，你看这中华民国拢直线条的，你敢有看到弧形的？日本起的建筑物大枝条拢圆的，有无？你啊看较早，看总统府啊，还是台北宾馆，这种欧洲式。拢是日本明治维新去欧美学堂啊，即个建筑师所设计所起的，包括这个较早新公园哦，即马改228公园，迄、那个中华民国讲省立博物馆有无？一条拢圆的有无？拢欧美的巴洛克式的建筑，拢曲线条，啊，所以这个美感足水的，真正。咱若卖许中国人来吼，台湾真正是一个东方瑞士国的吼，唔是国东方瑞士的台湾吼，足水的。所以伊来是咧海南台湾，海南无建筑美感，咱的建筑的天际线有够歹，有够乱的吼。哦，啊，讲了这个，这一粒臭石头啊，恁老一辈，我啊少年我就听老一辈讲。哦，台湾时代吼，应该美国吼，把迄两粒原子弹牵到台湾就好啊。美军一条伫来占领，阮甘愿新到两粒原子弹嘛，袂见新到这粒臭石头啊。哦，你看安有比例有严重无？因为广岛、长崎原子弹崩了20-30年后，因重建就好势啊。台湾到即卖要受它的遗毒啊，几百年袂，得爱几百年看，我老清楚无？尽量做点同样的，包括建国中学要一身
无人要去睬你啊！你看这个余毒偌歹清。过来，咱来分听吼。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与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哎，奇怪，这是2004年10月25日，鲍威尔啊，伊去北京访问，啊，记者咧甲问讲，台湾甲中华民国到底啥物地位？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这做甲一个国务卿所讲的，这个鲍威尔就是1990年波湾第一次战争的时，伊是指挥官，非洲裔的哈。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我要用境外的国内，因为台湾虽然美国在管，但美国人要来台湾，嘛是爱摕因的美国护照才会当入来。但是美国佫用美国台湾管理法，这个国内法。啊！你管台湾，啊，所以我叫做境外的国内啊。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目前根据台湾关系法，由台湾治理当局代理美国来管台湾啊。OK。那么咱来看，是不是国家有一个国家认定的标准？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你要有这四项拢有，你才是一个标准的国家。那么咱作为独派咧讲的台湾国，好，你台湾国，你有领土无？没有呢，这个领土台湾朋友是日本天皇的。你有人口无？看敢若有，但是歹势，你摕拢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迄拢台湾人，毋是台，嘛拢中国人，毋是台湾国的台湾人。我、有政府，歹者，这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嘛唔是你台湾国台湾人去组成的政府。哦，有啊，阮有23个小国家的外交，歹者，你甲摕建交公报起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外交部去甲人签的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派你的外交官去甲人签啊，所以嘛无外交权，好吧？所以台湾国看敢若拢有，其实拢无。所以我定在记者咧，台湾国敢若譬如一只狗，人模人样，有鼻有目睭有脚有手，阿边啊，就甲这只狗身躯洗洗，西装甲穿个内裤来拍，出来，讲来我带你来。保证事务所先身份证，啊，变啊是毋是过去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有无？讲这個意思，看台湾国甲种像一只狗，人模人样，啊，变啊带来看的三二五啊千个，讲要保证事务所先身份证，啊，要加入联合国啊？你还没有进化变成一个国家，你可以称台湾是一个准国家，但是还不到标准呐、啊。看敢若拢有，其实。法理上拢无哈，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照这个逻辑，啊那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哈，啊那拜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嘛。你若照那逻辑啊，啊你若用汉字，就中国人安尼，甲进日本了，搁咧用汉字。日本跟中国人不是啊，韩国过去嘛用汉字，甚至因较早首都叫做汉城，啊、哦，韩国人跟中国人嘛不是啊。同款你来讲，那这个逻辑会通，啊那用英语的拢英国人嘛，菲律宾拢用英语，菲律宾跟英国人不是嘛，所以你唔好用中国的逻辑骗你。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要安怎处理啊？因为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也裁撤掉，改做指挥部，即马21万5的兵力要增减到剩少12，啊，再啊，你也想那无司令部啊，啥物人要发号施令？
哦，司令部是咧指挥，即发号司令，或者指挥部去指挥部队。啊，若无司令部，谁要发号司令？美国夏威夷的哦，太平洋的这个总部，哦，伊会来发号司令。那么将来，来我迄个新的 AIT， 这是一个美国的这个电站中心指挥中心哦。伊直接受命美国的太平洋总司令部，好，啊，咱的乐山的新竹乐山的雷达基地，或者阿扁也是在编300亿的预算要起的，结果马英九算到了，美国讲你要追加100亿的预算，做一寡一个防护措施，防火墙，卖火阿强啊，好，一定入侵了哈。哎，对美国对马英九无信心，所以爱去加一寡防火墙。甚至美国有咧有安尼一个有一个强定的讲，那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台湾的空军去往别里啊，阿强啊摕到制空权，伊下令讲叫中华民国的部队。西部沿海，从海岸线往内侧10公里进空，我美军来处理得啊。啊，美国来阿强要登陆，伊会当伫这个10公里这个阻拦吼，会当甲轰炸。伊讲你中华民国这边后，你甲向个边个，卖多只碍手碍脚，较袂甲你误击，甲你误伤。那么美国军事政府来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爱撤去金门、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好，你要看这个今年2011年的11月30日，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航线首航，这个航程干那三点钟呢？这个平潭岛在福建外海哈，是上大的岛。那里的福清县呐，哈，福清县的外海。啊，过来，今年的10月7日，海峡平潭至台北港首航，这个较近，2点半钟就到。台北港就是八里哈，金山那个八里，那扩建变成台北港。啊，这个船啊哈，一定载旅客760台，啊，车辆一定270台。等你的运量一定高18万人次，按家己的迄个联合报电子报吼，家己报讲，台北港的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啊，这啥物原因？迄阵国共内战，国民党建书大撤退时，大部分的军公告拢先撤退为家人港起来。啊，所以台北关区中国人的难民上济，所以将来要返去中国的，透过头拄啊这个海峡号这个返去的吼，台北港的较济人吼。那么是安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啊，咱过去许国民党假讲，我那台独哦，阿强啊就要拍啊，无，伊个台独讲或者咱是看。阿强也是同路人，啊，介奇怪，啊，这都阁唔对呀！你讲台独，国民党甲台独等于共产党，哦。那么台独，以美国的定义来讲，是美国要打咱台湾，咱来看美国安怎讲哈。过去2006年，这阿扁也第二任吼，5月。阿扁也去访问中南美洲，第二任了，阿扁也就想要行家己的路，台独的心就出来了。所以头几年2000年到2004年，阿扁也配合小布希的反恐行动，配合了袂歹。所以阿扁啊，迄届第一届要去中南美访问，美国甲安排好个。这个专机直接飞入去到美国本土纽约，纽约
饭店，阿边也会当伫饭店外口落车，牵大桥握手，安尼足风光安尼。但是第二任吼，2006年即届要去中南美访问，阿边也开始要行家己的路线，行台独的古卡就开始说出来，美国就无欢喜啊，这就踩到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就甲安排讲，你去飞去阿拉斯加，好吧？无爱互伊入去美国本土。即拄仔像较早李登辉1995年要去美国访问啊，啊，伊咧讲迄个两国论，哦，早期咧讲两国论，啊，所以美国也无欢喜，所以也无要互直接飞入本土，叫伊飞去夏威夷啊。啊，美国再来协会的这个处长去飞行机顶甲拜访，迄阵报纸是报讲李登辉表示伊不满，所以穿困衫困裤出来接见。啊，李登辉家己的册是写讲，伊是穿便服尔啦，无穿西装拍领裤带。哦，所以你也想，你若无跟美国配合，美国就有一寡动作来给你修理。啊，变啊，第二任吼，就2006年个，甲安排飞去阿拉斯加，好遐赶甲皮皮煞。同款，即摆去中南美访问要飞转啊，美国要搁甲安排讲，你有哪去阿拉斯加倒来？啊，变下就真正去掠讲片面，无爱照美国的意思。所以有报纸、电视都向讲，啊，变下胖记讲迷航之旅，毋知飞倒有无？你会记袂？结果飞伫迄个中东迄个利比亚，迄、那个戈达会做总统有无？啊，戈达会叫因囝去甲接见。啊，利比亚迄，伫咱当时对迄个国家印象，迄回了国家，就跟美国往那敌对啊，咧相隔啊吼。啊，所以你去跟美国的对手，敢那和好的时，等于就是咧背叛美国啊，对美国啊作受气的。啊，咱来看美国这阵，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就随出来批评啊吼，伊就讲。佐利克日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华清楚来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哦，这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官员，这么直率，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是过去足罕见的。过去毋捌美国毋捌接受伊讲台独代表战争，讲到战争是足严重的用语啊！哈。伊阁讲，这是因为甲我话阁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要创啥？修建啊，要拍台湾啊？哦，是美国要咱拍，毋是阿强要咱拍？咱过去拢叫国民党甲咱骗讲，台独阿强来拍过来，结果是美国要甲，因为无论你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抓头抓尾拢无伊个名。我怎讲个？连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9月7日，伫旧金山签字个时，这两个国家拢无派代表去。什么原因？毋知啥人要代表中国啊？中华民国伊个问流亡伫来伫台湾。阿强啊，照讲伊还袂成立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所以伊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啦，所以伊要安怎签约？伊阵也毋是国家，伊是一个毛泽东政那个延安政权俩，吼、哦。所以是啊，记号是美国要安排，啥物原因？台湾就是即马目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损伤真大，美军许日本。皇军打死的，无人机打载了，航空母舰舰舰迄个神风特工队唔沉袂吼，即个战争债你免赔吗？所以你无日本无钱通赔时，战后日本嘛作散的啊，无钱好赔，只要用土地抵押嘛，琉球抵押开，台湾偏好抵押伫美国手里嘛，琉球较细地用3亿2千万美金赔了嘛，台湾还袂赔啊。就敢若讲，我
这个手表我来提来当店当当三个月，这三个月你当店的头家搞过好，三个月来我提钱来赎回去哦。同款台湾我即马日本底下伫你美国手里，你搞过好啊？等我日本有钱，哦，比如讲，若要爱赔三百亿美金，我日本也提出来，我提来还给你。父亲这个战争债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依照琉球返还协定，搁咱搁等于大日本国啊，你也搞过好啊？你别再讲说手表三个月来我提钱买给你赎回来，讲，歹势啊！你这表吼，我隔壁迄个罗马叫阿强啊，迄个抢伊啊。所以台湾被占领的土地，国防是美国爱顾，所以咱台湾人照讲免做兵，免买武器的。吼、哦，被占领地区的所在的国防是占领军来负责。所以像那1996年，台海发生飞弹危机有无？高雄港甲给人讲迄个阿强的封锁，美国克林顿总统无台湾人的要求，伊就下令派。叫国防部你派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只独立号，一只叫做尼米兹号，派来台湾顾台湾啊。这开介侪钱呢？一只航空母舰战斗群若出动是甲你警告，出动两只就是讲要进来无要紧，美国安怎要甲你进啊？所以阿强总救伊，阿强无想讲哈，啊我敢若安尼吓要吓惊台湾人，那美国出动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要干嘛输赢？啊！阿公，我知影伊个实力差美国天差地远了，所以赶紧救下救出。所以阿公，我知影讲，伊无迄个实力跟美国拼，若要摕台湾，伊无迄个实力。所以开始有赚到钱了，开始想尽办法，用马也好，用偷地技术也好，吼，咧发展伊个军工产业。所以以前你若要偷个美国个这个。生产的科技的技术哈，伊就爱派真正的人去到美国，伊遐读册，啊，伊遐毕业了，较入去美国的一挂大公司的实验室，后遐为基层员工做，啊，偷偷摕物件，摕技术。啊，即卖网络骇客唔免啊，到北京、上海，因为这个骇客基地，干那都用电脑就会当偷地人的电脑内底的机密，哈、哦，所以现在。美国 F-22，哎，我三四年前，这阿强就放出来，吼，放个歼二十吧。啊，外形跟 F-22有够像，只是比人较比美国较长四公尺，先来长四公尺，伊就迄个 N-E 也袂晓做啦。伊 N-E 也无多像美国安尼能浓缩个遮细只，像日本先来伊个工业发展强了吼，伊个物件愈做愈细项愈精密。以前三十几年前，我们是不是买日本的收录音机，手提收录音机，吼、哦，啊，工人做多少？买下索尼发明 Walkman 有啊，录音带，塑胶细啊只，你要甲塑，本来三四倍大，甲塑胶船安尼，有无？迄是技术，吼、哦，啊，所以你要甲一个安尼较大粒，要推力做较大，要搁塑胶较细粒。我这种高科技，阿强也无法度。阿强啊，什么都有，但是各项拢做大卖，无法度做精密。哦，你讲像比亚林古组成哈，那德国还是美国的迄、那个，因的组成，你若甲安尼甲用手甲安尼碰一下，伊会当碰要一两分钟袂停。表示啥？内底每一个圆珠子哈，拢是正圆。不会产生阻力。啊，中国做的，我呐，你甲等我来练无对，但是练无十年就定呀，表示伊每一粒小珠子无都做甲正圆啦。你若正圆就没有阻力，吼、哦，阻力足少的，啊、哦，小东西你就可以看到人的高科技啦，吼、哦。所以，甲阵阿强啊，飞行器的发动机吼、哦，要做袂好势，因为迄个发动机的内底遐。金属的零件，爱耐高温，吼、哦，啊个嘛会当温度差，大个时冷缩热胀，会当控制足少，
袂，因你若小膨胀就缩心吼，人拢会因你去缩掉无，缩肛。阿强也做袂好，伊阿强可能伊迄个因你哦，进了足地拢去甲苏联买，那么苏联嘛毋是戆个啊，苏联迄个因你做到好咧测验的时候，伊就分级数，上好 A 级的留咧家己用 ，B 级的外销。所以偏偏两只 F 嘛，迄个苏凯二十七，若讲阿强啊，跟苏联修战，你咧飞的速度、转弯的速度，都拢输 A 级品的啦啊、哦。所以当然阿强啊有家己咧发展这个发动机哈，但拢做袂好，伊做家己倒去的哈。迄只无人机呐，迄只 N 呐，到八百点钟就要落落来大修。但美国的 N 伫韩战迄阵吼，因个引擎就是会当飞到四千小时到八千小时，较老了大修。你看差遮济，飞无偌久，就爱老了大修，迄妥善率足歹哈。那么是安那美国会讲，台湾不可以公投。哦，即美国往那画一条红线，就是惊你台湾阿边啊办统独公投。按台湾人听了，台湾不可以，美国讲咱袂使公投。台湾人作秀去，因为咱拢受到美国方式的这民主教育，讲美国强调民主、自由、法治，好不好？人权。啊，恁家己美国人，恁咧选举的是不是？吼、哦，恁咧选州长的是，你家己内底甲做滴公共事务的小代志，连同志恋是可不可以结婚嘛？会当公道，好不好？啊，阮台湾要办公道，你就甲我懂。啊，无采你咧讲，你是民主自由的老大哥，台湾人的心态是安尼。但美国伊知影讲，咱台湾人六十几年来，迄个国民党的愚民教育，个个拢变中国人，所以足惊，足惊你公投落，统独公投落，台湾人会输呢？因为你来看2008年，谢长廷兼独派，哇，伊是独派兼统派，卖人就算。你看咱输200万票嘞，啊，2012年小英独派，兼通派慢就算，小英气势有好无？三只小猪无？嚯、哦，加起一片红云，大家一扑扑，我、哦、这稳赢，结果嘞倒了，咱输，小英阁输80万票。你那个进两届，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是咪输？所以美国当台湾袂使公投，就是咧惊这个啊。你若真正统独公投输的是安那？阿公若要来接收台湾，全世界咧看，啊，恁台湾人都欢喜甘愿讲要跟统派合作伙嘛？安那阿公啊，解放军也来，师出有名，煞换美军还是日军的美日安保条的，你师出的无名啊呢？爱尊重台湾人的选择呢？人要跟阿公啊话呢？你出兵是咧出啥话？安有食力无？所以美国头脑足清楚，是咱台湾人家己头脑无清楚，哈、哦，搁咧反对公道。你台湾人头脑人无清楚清楚清楚，台湾的国际地位永远无法度正常化。这就是咱今仔我的主标题讲，台湾国际地位要正常化，爱先为咱家己头脑先正常。咱即马拢有家家头脑拢歹去啊，哈、哦！台湾人头脑人无清楚、无正常，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无可能正常。所以咱正常的人去跟人讲，遐人讲咱笑的。啊，你来遮上课了，恁听我讲，啥物人笑的？啥物人读较歹？啊，足清楚。来，接纳美国，啊，咱台湾民众训练四千名，爱个荷花41万台湾政府新闻奖。这个版本怎跳的？把这个解释一下，就是讲阿扁啊，你也想，那先讲较早，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叫蒋介石派个部队来接管台湾，哈、哦，把日本军的这个武器拢修改缴械。迄阵蒋介石派陈诚，啊、哦，派1000个人入来台湾接管。迄阵台湾的人口才600万。那么现在我们台湾人口差不多要2400万，四倍，
所以一千个人乘以四，美国要求咱来四千人哈、哦。那么四十一万人的身份证，就是讲这四十一万人是正港认同咱台湾民间的论述，正港要做咱台湾人。你要有基本这四十一万人做基本的这个支持者嘛？唔太讲支持，讲你到民间有这个人，好、哦、啊，这将来拢是总类似像种子教官，会当落去继续伫台湾，把台湾这个地位国际法理论述推广出去，吼、哦，讲予咱台湾人觉醒。好、哦，好。过来第三个主题讲，美军占领台湾的法理甲依据。啊，伊有啥物迹象？哦，咱讲，嗯，足侪人你来讲，美军占领台湾，我哪有我拢无看到美军啊？好，啊，咱为法律上的依据哦来看，啊，就有啥物迹象来看嘛？第一，法律上就是依据战后哈，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来哈、哦，中国军机依照这个，这是一阵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了，哦，在1945年8月17日。由迄阵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9月7日，伫日本的东京湾签投降，迄个密苏里舰队员签投降的迄天吼，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台日军的投降。啊，你看，怎样命令？你麦克阿瑟，你麦克杜鲁门总统是。盟军，哦，所有盟军的最高统帅，啊，伊授权予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迄阵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那么蒋介石伊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哦，啊，这位阶当然是杜鲁门上官啊，所以伊发布这个命令，就是命令蒋介石，你爱来接管台湾，哦，啊，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有来打台湾的拢是美国，伊才有权利来分配盟军去占领什么所在。哦，譬如讲，迄当时的北纬38度线以北韩、北朝鲜，含中国东北地区，是向苏联，你注意头前有一个苏联远东军的总司令来导航。那么。北纬16度线以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包括台湾跟澎湖，向中国战区啊，迄阵无写中国战，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干那写蒋介石，头前无挂国名，头拄我咧讲有一个苏联远东区总司令，一号命令发布的时干那，命令蒋介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头前无挂国名，啥物原因？因为迄当时中国有四个政权，有重庆的蒋介石政权，有延安的毛泽东政权，有南京的汪精卫政权，佮有一个满洲国，有无？即日本扶持起来溥仪，有无？所以有四个政权，你要叫啥代表？所以袂使有国名。因为伊拢无法度代表中国嘛，所以规日头前都无挂国名，无挂中国哈。过来，旧金山合约，1952年9月7日签，爱到过年的4月7日才生效。伊的第二条B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放弃啥？咱前有讲是放弃地上管辖治理权，哈，主权无变更。规个旧金山合约台内底，你无听着讲台湾甲澎湖已经移转主权予对一个国家无？到即马你嘛找无一个官方的文件吼条文，国际条约讲台湾已经移转主权予啥物人？予对一个国家无？找不到这个，所以马英九因只中国人甲讲嘛，台湾根据开罗宣言已经还予中华民国。迄拢无尊重，吼、哦，迄是一个政治主张呢，哈、哦，迄毋是合约，毋是条约，哈、哦。第23条，确定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所有来打日本台湾的，拢是美国打，中华民国
无直接枪击，无直接飞行机飞来到台湾，甲咱扛炸弹，吼、哦。啊，这是头拄仔迄条，甲这军事合约，这个的法理的依据嘛，啊、哦。过来对日合约要安怎拟定？啊，比如讲，韩国在伊个同盟国来协商，这是迄当时杜勒斯主导，这杜勒斯背后那做甲美国的国务卿，啊、哦，伊是受美国总统聘任。来主导拟定和对日合约，啊，分配这是国的利益啊，啊，这要协商吼、哦，这工程足大，你看要跟这五大国家要协商这足大的工程吼、哦，啊，杜勒斯伊阿公都、就是迄阵签下关条的迄个拟稿人，所以甲因孙，哎、欸，所以杜勒斯这个家族啊，跟咱台湾做有关的，所以。杜勒斯嘛，替咱台湾伫《旧金山合约》内底替咱台湾留一条生死门，所以咱比如你有讲，以后台湾呐国际地位正常化，咱若回归日本了，咱来感谢这个杜勒斯，好、哦，咱来改条罗斯福路，改做杜勒斯路，因罗斯福是等于出卖台湾，伊开罗宣言。海南台湾人到現在還在做路咧，吼、哦。再来，就台湾关系法，哦，这位置较低哈，这美国国内法。伫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吼、哦。1979年1月7日断交，但是1979年4月7日，伊订立美国这个参众议院订立台湾关系法，但是订立了都还佫追溯到。今年一月七号生效，这个是美国的国内法，这是美国因为伊根据旧金山和平条，依靠这个权利甲义务来订立台湾关系法，继续保护台湾朋友。啊，咱唔捌听过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嘛无苏联台湾关系法无。哦，迄阵所谓中美英法苏拢讲是四大五大强国，结果唔是啊，哈。无其他国家有台湾关系吧？哈，好，过来，咱来看1982年，美国总统雷根对台湾有六项保证，啊、哦，这是跟阿强要签八一七公报，啊、哦，这个八一七公报，哦，这个要签这个公报哈、哦，对中华民国因这个系统杀伤力足大，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当咧热的时，正甲当咧热喷喷的时，美国发布一个对华白皮书。迄、那个对华白皮书就是等于要放弃中华民国啊，美国不爱去继续支援蒋介石啊。所以，这个美国对华白皮书一个发布了，国民党真正兵败如山倒哦，敢若走了，有咩走袂赴安尼？哦，我张张讲的。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安尼，所以只剩中国刚战的胖囝哈，走来流亡来台湾。那么今嘛，美国雷根买去跟阿强啊签八一七公报，拄啊跟迄个对华白皮书同款，所以迄阵规个台湾，无论你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好野人足惊遐，啊，美国可能要放弃台湾啊。会甲台湾人民阿公阿借伊啊，所以阵有钱人买厝的买厝，吼、哦，拢咧买黄金，啊就想办法要移民去外国啊，惊台湾的烧钱的战乱，所以好些人拢咧卖厝卖土地。迄阵蒋介石，我那真惊吓，所以透过伊的外交系统去甲雷根总统拜托，讲请你来。讲一寡安搭台湾人的民心，啊无台湾会动荡，阿强啊有可能会拍过来，利用台湾咧乱的时拍过来，利用台湾的心房拢总脆弱的时也拍过来。啊，雷根当然想讲，这台湾是等于，你来看地图，敢若一支刀啊，拄伫阿强的腹肚边，我、啊、这对美国是足重要一个战略位置，嘛袂使碰见。啊，所以雷根总统就准来发布六项。对台保证来安搭带伫台湾顶管这人民的这个心理哈，
啊，咱来看伊讲对哪项哈？好来，第一，美国无以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打击的日子；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张。啊，你注意一下这个对台，这个台就是这个台湾关系法里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哦，你莫甲当作哦，伊要卖我咱台湾人，唔是哦。台湾治理当局后壁嘛是中国系统、流氓政府的系统，吼、哦，是卖予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但是啥物人咧拿钱？咱台湾人缴的税金嘛，对不对？所以台湾在咱讲做路咧吼，一点无唔对。台湾人去用拍牌，台湾人爱去做兵。台湾人还要开钱去买武器，吼、哦，还去替占领军美国来顾美国的前线。你若甲看台湾地图，世界地图看，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一直落到澳洲，这条做岛链防线，美国的第一前线，第一岛链的前线，咱台湾顶个大门嘛。咱咧替美国人咧顾大门，啊！你伊甲咱拍牌，咱去替敌人咧做兵，过去甲敌人买武器，来替敌人顾伊个前线。啊！台湾人安尼有衰无？啊！咱买武器，咱台湾人爱纳税金去买，对不对？第三，美国未在台湾啊，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军售哈。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真侪中国人足惊，足惊去修改吼，讲美国煞无要保护台湾吼。其实，正讲保护咱台湾本土台湾人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便于行事，因为伊这改了吼，伊即马这。不是改了，伊定这个法吼，甲旧金山和平条约甲悬挂起来吼，甲许多晾在一边。伊即马用台湾关系法咧管台湾，台湾关系法保护着住伫台湾顶管的所有人，包括流亡中华民国难民，包括咱本土台湾人。那么旧金山和平条约所讲的 people of Taiwan， 属于台湾这块岛上的本土台湾人。就是咱何时敢保护咱台湾？无保护对遐中国难民。但是美国定这个就包括住伫台湾者，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台湾人，美国拢保护。所以中国人足惊美国去甲修改。好，过来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迫，互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美国无咧承认哈。美国从来无承认讲阿强啊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哈。比如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点美国拢唔捌承认过哈。所以为遮安尼看，咱就知影讲，美国还是会在意台湾的安危哈。咱毋捌听到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承诺。咱若跟美国无相当的关系，吼，台湾若跟美国无相当的关系，伊哪会爱甲你保证承诺？凭啥物？英国哪会无甲咱保证承诺？法国嘛无，苏联嘛无，吼，俄罗斯嘛无，独独的美国。而且美国所讲的，中华民国拢会听，因为伊知影讲。美国较是正港的老头，伊个头家哈。好，过来咱来看美国核电的意义。你去参加中华民国的流亡总统选举，你若选到，你爱接着美国的核电来给你承认。这拄我敢若亲像讲，台湾。美国有一间做外间的这个素食店哈，伊来台湾开分公司。那么，
以前伊较早拢用派总经理来吼，用派，较早派一个叫做蒋介石来做。啊，蒋介石就，吼，蒋介石哈，介石哈，蒋介石死了，换因囝，啊，美国嘛甲承认，啊，等于甲派人讲，啊，你有哪在台湾做这间分公司的总经理，啊，尾啊，互你用选的，互你台湾住伫台湾顶完这人，互你选总经理。不要选一个李登辉，过来选陈水扁，啊，即马选一个总经理叫做马英九，对不对？这是较民主，用较民主互你用选的。啊，你以前派任用派直接派任潘任命互你，麦克阿瑟的嘛，一般命令第一号嘛。即马互你用选的，选到伊嘛爱一个派任，甲你承认就是贺电，好，啊，咱来看。2004年，三一九枪击案发生，阿扁也敲电话给连总，讲啊发生枪击案，是毋是咱马仔来停止选举？啊，连总吓总统吓足久啊，过去两个拆开输，好不容易两个合作的哦，民意调查到要六成，因稳赢，伊讲啊，无要紧，算无要紧啊，马仔票开来，阮就要做总统啊，我结果。搁算了吼，伊无算着讲枪击案激发台湾人同仇敌忾，本来无啥见出来投的吼，嘛出来含泪投票了。啊个李登辉搁发动228牵手护台湾有无？228牵手护台湾有去牵手个也手我看卖，我、哦啊、算少呢吼。所以恁真正拢许国民党骗你吼，但是迄个228牵手护台湾。把他加起一片台湾人爱台湾的心，所以你打我们台湾总统陈水扁吼，迄阵咱拢要安尼想啦。我著发动我的周边的我英雄拢出来打，所以迄个赢偌济，赢2万几票尔对无？结果换算赢偌济，换算趴线度赢0.228，哎呦秀哦！啊，即敢若28遐英灵有出来咧运作啊？他赢迄个数字，哦，这嘛足很悬的吼。所以阿扁也就丢，哪也唔甘愿嘛。嗯，本来就阮稳赢，那么迄千几万，阮应该爱赢，阮咧连任都爱做总统啊，所以唔管，所以哪也去霸占凯道的，对吧？嘛去霸占中选会，好不？啊，差不多拖一礼拜，美国贺电拢无来。迄阵台湾民心开始咧浮动，阿扁啊，迄阵跟美国炸台烧的这个理事长迄一个查某的吼，安三餐来咧吼，交情袂歹。拜托伊讲，问讲，问白宫讲贺电台无到，白宫甲回消息讲，只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那甲迄个当选公告打起来，半点钟来贺电就会到。但比迄、那个。那也那边嘛有外交系统、情报系统嘛，知影这个消息啦。所以去中专会查条，为无歹哦。中专会迄个主任黄兆成去打广告，所以两边哪里底下揪揪拉拉，玻璃拢磕磕破。但是黄志生嘛就甲打起，所以打起都那也人就随甲拆掉去。但是伊嘛迄拢有，下面拢蓝牌、连牌啪啪啪，打起咧当都有翕起。传真去美国白宫，白宫半点钟来贺电就到，贺电一个到，那也知影讲啊，头家已经承认，即马新的总经理嘛是陈水扁，所以那也知影讲老头家已经承认啊，所以无要去，唔敢去乱落呀，伊知影去乱无效，所以伫这阵啊，整个事件较定案了哈，啊，迄阵咱台湾人。迄阵的一粒心吼、哦，悬在半空中，对吧？迄款的机遇吼，我也要足深的哈。迄阵无了解这个法律，所以我来担心哈。惊讲啊，赢了叫他去用博较输去哈。过来，咱来看君主基地做对比。菲律宾有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搁一个苏比克湾美国海军基地哈。琉球
有加佐纳空军基地，有普天间基地，再来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那么台湾有清泉关、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看，这些所有的这基地，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啊，你有感觉奇怪无？咱就是许个占领，美国唔卡会当大主导的要住这所在，伊要起什么基地就起什么基地。无你美国你他唔去，北韩唔甲起一个基地看，北韩没有你熟无？还是去阿公遐熟看卖，对不？迄都唔是你占领的所在啊，都是美国占领的所在，卡会当起这个军事基地。哦，啊，你就知影讲台湾为这个迹象。你就知影讲，咱台湾真正是红尖咧，好美国尖咧，哈。好，过来，咱来看，足重要。咱来遮学，即句绝对爱记个。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军事尖咧不得移转主权。你中华民国代替美军来遮尖咧69年啊，尖较久，你也袂当变更，变做你的土地，变做你的领土，哈。只有地，像美国去占领琉球，尾仔嘛是人钱交交嘞，你来行啦。啊，美国去拍伊拉克，2003年，伊拍伊拉克，开遐侪钱嘛是爱行啦，吼、哦。咱来看伊拉克做嘞，吼、哦，2003年3月19日，英美联军去攻击伊拉克，吼、哦，无到2个月就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进入三亿的占领期，好，那么5月2日，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这就是军政府了哈。伫伊拉克有权力来管伊拉克，好，那么但是到2009年，好，他要让伊要英国军降旗撤军，那么美国伫他背尼奥。2011年12月15日，我美军降旗撤军，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啊，你甲想，这八年的期间，英美联军嘛死伤几啊千个，哦，啊嘛一挂战车吼，啊一挂这直升机用拍落来，啊美军嘛死真济吼，死2000-3000个，啊开军事费用开到6000亿的美金。那么这些所开的一挂人命的损失、财产的损失，啊，花那么大的力气，啊，结果爱撤军，啊，无把伊拉克变成美国的第51州，叫伊拉克州，无，啊，这就是因为国际战争法有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搁占较久也袂变作你的，好、哦，第二个，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啊，这嘛是咱遮学这两个重点啊。你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69年啊，你袂当在遮，把台湾变作你的领土，啊，你拢直接拢占拢唔走，吼、哦。你那边中华民国你那边个合法立案呐，你真正爱反攻大陆成功，佮攻登去南京。把整个中国都占领起来了，啊！你去南京的你的总统府，你还升中华民国旗啊？安尼你就搁变作，你就搁活起来，吼、哦！复国成功，啊！若无你永远是流亡政府，吼、哦！你中华民国只是由美国给你派你，敢若讲来顾台湾这栋大楼，这栋大楼叫做台湾大楼，台湾的大楼。啊！美国派你来楼下一楼迄个警卫室，应该叫你来遮顾，搞顾好。啊！恁兜所住的大楼，恁请警卫来甲你顾69栋，69栋啊！迄个管理员甲你讲，啊，我顾遮久啊，你嘛这栋大楼变我的，敢有这个道理？无可能嘛！吼！管理员就是管理员嘛，你去顾较久嘛是管理员嘛，你袂当变作地主嘛。袂当变作厝主嘛，安尼了解无？哦，今仔上课上掉了这两条，
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君主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两个你一定要记起来。好，那么今天我时间到，多谢各位，谢谢，以后有机会再过来向各位报告。好，谢谢。